行政务处长林卓廷议员三分钟。主席，我申报我正就721恐袭民事告紧邓炳强纵容黑社会持械袭击市民。我的问题是涉及3092有关721的执法问题的。邓炳强，你一直都收到当日会有袭击的情报，当日你一直有便衣在现场监察住，明知有几百个黑社会持械在元朗鸡地一带聚集，看住市民在鸡地开始被打，跟住冲入嚟元朗西铁站打人，警员两度到场都掉头走，任由啲黑社会继续打人，被打嘅市民开消防喉自卫，你就屈人话人哋有份袭击，呢个系颠倒黑白是非，二次伤害受害人。邓炳强，我而家问你，你会唔会为当晚警队纵容黑帮行凶向全港市民道歉？如果话犯法嘅人就拉，不论身份，第一个就要拉你，因为你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啊！主席，系啊，主席，啊局长，啊，我觉得呢个问题是不适当的，因为纵然议员讲咗自己是有利益冲突，但唔系表示呢一件事件的法律程序是冇展开啊，而且在一个场合作出呢一啲指控，我唔知道对于呢个法律程序对哪一方面是有帮助。主席，他而家讲程序问题，系咪停咗钟先啊？应该呢个唔系程序问题，呢个系答你嘅问题，即系话呢个问题。嗱，主席，好简单啫。呢个问题，邓炳强喺唔同场合都讲过七二一嘅事情。他用他的說法，警方發言人亦都回應過好幾次，為什麼來到立法會就不敢說？這個是不是警隊的死穴？因為實在太過醜陋，不敢面對我們議員的質詢。林卓廷，你等等先，我稍後補回時間給你，我希望大家留意我們的議事規則第41条，發言內容那裡就議員不得以立法會主席或者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可能對案件有妨礙方式提出尚待法庭判決的案件。所以如果你自己咁直接參與，你又話自己是有或者冇啊，呢啲全部都唔適當嘅。我諗咧，嗱，我諗我會咧就叫處長咧，你講一講七二一，因為七二一咧事實上係好多市民好關注嘅。我諗你可以講講你哋嘅睇法。咁但係咧，我諗大家就唔可以轉落去個案情嗰度咯，好嘛？阿處長，我而家問佢會唔會道歉啊，主席？我諗啊，除咗道歉，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嘅。你話你講講啊，阿處長，你會道歉定唔會道歉？定你有咩係想就個案件講講啊？局長講先係嘛？就算剛才嘅要求，我覺得都係不適當嘅，所以我唔認為警務處需要就剛才議員所講嘅去評論或者即係你連回應都唔敢咯喎，李家超，連阿主席做咗裁決叫佢回應，你都叫佢唔好回應，你有冇搞錯啊？我係講緊對呢一個問題，因為對事件嘅任何判斷都唔應該喺一個法律程序仲進行緊嘅時候，喺呢度咁單方面提出一啲咁嘅資料去指控嘅。嗱，林卓廷，你聽我講先。嗱，我覺得咧，你自己係一個即係牽涉嘅，你咁樣喺呢個會度講咧，係極不適當。啊，頭先我都有得你啊，但係如果局長講得咁清楚，你係牽涉喺檢控入邊，你仲要咁樣講嘢咧？嗱，請你唔好再糾纏呢樣嘢。你時間你都夠咗啊，係咁簡單。嗱，我俾你講多一句啦，你唔好再阻礙其他人講。我驚到咁啊，唔係啩，主席？咁簡單嘅問題，連答都唔敢答，即係心虛咯。嗱，呢個好啦，請你暫停發言。呢個唔係話驚唔驚問題，呢個係唔係法律嘅程序，係咪應該咁？我個議事規則講得咁清楚，叫大家唔好做，你都係要糾纏咧。我請你唔好再妨礙會議。黃碧雲議員有咩問題？規程問題啊，主席。剛才李家超局長就話，因為涉及案情咧，就話議員唔適合講嘅。咁但係我想問下李家超局長同埋主席咧，剛才我係坐喺度聽到鄧炳強係提話黑衣人用水喉射人，咁嗰件事都係同一件案情嚟嘅。咁當時點解局長你唔出聲制止鄧炳強咧？包括埋主席。即係如果你哋能夠而家開會嘅時候，唔係用一個公道嘅手法去做咧，你就係冇人能夠係服嘅。主席，黃碧雲，你聽我講先。黃碧雲議員，你講呢啲嘢都要公道先得，因為佢頭先係描述咗好多場景嘅其中一個場景啫嘛。
當時都冇議員有咩意見，因為點解咧？佢唔係講緊佢咁，佢唔係講緊林卓廷，而家仲要係阿林卓廷提出嚟，局長講完咧。佢都一言不發啊嘛！你點可以話主席唔公道啊？你咁樣暗示唔係主席，因為當時係鄧炳強講咗呢啲嘢，之後有議員質疑係咪講緊七二一嘅，係不過咧你哋唔俾佢答啫。你慢慢睇大嗱，我呢個係同一件事嚟嘅，你唔可以警方就講佢嘅睇法，但係暫停發言，聽下主席講埋先嗱。我諗啊，好重要咧，就係第一，你唔可以無理嗱，我盡量我忍耐大家，我覺得係絕對公道嘅。雙方都有機會發言，但我唔可以偏袒任何一方，唔可以偏袒警方，亦都唔能夠偏袒議員。如果有啲法律嘅問題咧，我哋一定要尊重，我一定要處理嘅嚇。所以大家咧就唔好再糾纏落去。我而家問翻正常嘅問題啊。下一位咧，周浩鼎嗱，我最後一次講，唔該主席，你講你講。林卓廷議員，唔該啊，主席，你太離譜啊！俾我講埋一句啊，你講啊，你講，開翻個麥俾林卓廷。主席，關於七二一嘅問題咧。其實在大會不同場合，我多次發言都沒有主席說因為我申報了利益之後有這個個案而不給官員答的，這麼久官員都照答，李家超之前都答過很多次的，他今天就突然間不敢答，這個很明顯警隊是不敢面對自己黑暗歷史的。嗱，呢啲係你嘅講法啦，但嗱，我最緊要你唔好暗示主席唔公道，因為我覺得係絕對公道嘅。周浩鼎議員，請講。